好，大家没办法卖关子，因为这太厉害了。这么大一只中狮，看到大鳄没有？这个叫沙中，你看它的上唇片，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昆虫，它只存在澳洲这边的森林底层。然后这只又是最大型的，叫 King， 好 King 什么东西的，超级厉害。你看，哇塞，我觉得我被它咬了应该就爆血，可是它的大鳄看起来并不像咬了会爆血的那一种，所以你不要一直往我嘎吱过去哦。你看它又来了，它真的很乖。你看它大鳄，哦可好，完了，它又狂奔了，来，拜拜。呜、哦，照脸了，照脸了。哦，好，对，到背后，到背后，到头上，头上，在头上来了没？还没上来，来来，要来了要来了，哦，在我旁边，好，还有他会不会咬我耳垂啊？哦，他会从我耳朵洞钻进去，哦，钻到身体，痒，好，不管了，好了，别那么难缠，来。各位，沙中，澳洲超厉害的一种直刺类群的生物。我们现在在看的是一种大鳄非常发达的沙中，也是澳洲这边很特别的种类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光线拉高一点。哇塞，你可以看到，老实说，它大鳄看起来非常恐怖。好，我。